哎，二王，生日快乐！皮快放！现在说话方便吗？别说兄弟们不想着你啊！你到底要干嘛？高级会所里边给你订了个大桃子。个里个七八分，带巨型的制服女教官，刚好支持你的宝脾气。看时间，估计马上就到了。好好享受兄弟们给你的生日礼物啊！千万甭客气，嘿嘿，加油哦！啊，你们说什么？女教官，喂，喂，这叫直捣黄龙。齐公，你受死吧！好，贵宾您好，十八号技师为您服务。这怎么又没动静了？黄龙变成小泥鳅了。